相逢只有缘。一生最近的所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庇圣公为咱所提供的节目，随着这对喜结善缘，结着好姻缘，然后听着这个节目，咱伫线顶，虽然有听声无看影，但是呢，咱的朋友伫这个声缘，然后总有一天呢，咱会来道场来结缘来见面，所以欢迎咱的道亲好朋友，会当甲咱心灵感召这段喜结善缘，甲分享出去安尼。哦，和咱的更加多，咱的听友大德，也当亲近神知识，也就是讲，咱的道祖母娘，也是咱的诸佛菩萨所教育的，啊，咱加减啊，甲听，会稳定咱的心情，稳定咱的身心灵。咱定讲，人的艰苦破病是咱的灵有问题啦，吼，心情有问题，心境有问题。所以咱先嘛先来甲听一段圣歌，然后再甲咱朋友来开讲啦，吼。今天要给我们安排这个药师佛菩萨、有师佛菩萨，今天也是我们慈天庇圣公的春季法会三天的第一天，拜五开始，我们在这个春季节里说骑骑制作饮水思源，吃果子拜树头，水源头树有根，说最难报答父母恩，所以今天我们春季法会开度透早到咱的道亲的等下咧吼，啊参拜对拜啦吼，伫只请凉水、洒经、请经、请书、上莲台说法度众生啦吼。所以咱今日个呢，一开经然后就是洒经，全场洒经，然后呢吼，请咱道经书三宝讲坛啊来主持着咱春季法会，啊恭请所有咧咱只信圣佛菩萨。会当降临道场来说法，度灵界众生，发界名言两利，名言两利的法会，希望咱的道亲会当来赞香啦吼，来一段非常好听的药师佛菩萨。音乐嘛好听，唱唱诵都非常好，所以有时候咱足侪道亲啊爱听这种佛曲，吼啊轻轻啊安尼听一下，感觉心情袂歹哦。讲看透一切的时阵，咱都敢那袂输去感悟到咱的人生啦吼，所以。没想来，你甲咱的道亲咧讲，就讲人为什么啦吼？伫当下吼，迄、那个怨叹心呐造出来的时阵，你就会感觉世间当中唔是你要爱的吼，包括你的亲戚朋友，你就会感觉喏，感觉讲大家当中唔是吼，听你伫这边的人咧有淡薄情绪上的发泄，就会感觉讲世间人拢得失你啦，啊那无就是大家拢对不起你，无甲倒一个对你好。安尼，你会感觉这世间的冷暖，人情淡薄，啊，你就开始怨叹啦。其实哦，人不是安尼想法啦，吼，这种的想法对咱来讲哦是负面的，然后，当个真正你参透啊，你了解啊，你压力就小啊，你就会知影讲啊，钱财不是上重要的啦，咱就知影讲吼，原来咱啊珍惜眼前这个分分秒秒，吼，回忆过去的这点点滴滴，吼，心存感恩，删除。遐愤怒甲烦恼，安尼你个眼光咧，就哪来哪开阔，
不会反复无常啊，也不会小题大做。嘛袂因为吼，你感觉讲啊，周遭的环境啦吼，你拢无介意啦吼，啊，如果你一个人完整人，安尼呢吼，你呢对这个世间呢，你的心胸太矮了，你的格局太窄了吼。啊，你啊如果讲真正你看有啊，这心胸变大啊，啊，你就袂安怎，你就袂自寻烦恼，看懂了人心难测哦，明白敷衍伪装，啊，你受得起大起大落，啊，迄个时阵呢？你就会放下这个大悲大喜啦吼，更加苦你嘛笑一下，更加困难啊你嘛会过啦吼。当你呢吼真正了解做人这个道理，你就明白讲活的是一种吼啊，人讲身体呢健康，活的是一种幸福。人底下生不如死的人很多啦吼，啊人讲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啦吼，更加管的新婚，有时阵啦吼，身体呢歹的时阵吼，嘛变个微不足道。更加高，吼，伫灯光下更加出名的人啊，只要身体无好，伊伫安宁病房也好，啊，伫个吼咱讲生死关头也好，拢变得微不足道，唯有健康最好。你若惨下头，你就感觉讲啊，无啥物好高薪度假啦。世间如果你偌出名、偌牛的人，包括做皇帝、做总统，难免拢有这事，甲咱同款的，伊绝对躲袂过嘛，跳袂过。第一样就是时间，过来就是身体。个就周遭的环境所变化，伊嘛甲咱人同款啊，伊也无因为吼，伊、哦、比咱较出脱，也无因为伊比咱较好个，也无因为伊比咱较有宽恕，嘛无因为伊吼、哦，因为得到全世界，伊也完同款，后边路甲咱行同款的。讲人活一世，做人做事咯、哦，只要讲吼，会晓去领悟，吼、哦、啊看较开咧，会在乎伫咱的手，吼、哦。财来也可以布施做些好事啊！吼啊，忝的时阵呢，吼心情甲放较开咧，快乐就较济啦！吼啊，所以咱珍惜眼前就好啊，好好啊，讲有这个健康的肉体啊，做淡薄咱家己想要做的兴趣、兴趣的工课，吼、哦、有帮助到咱的啥？帮助咱的心胸宽阔，帮助到咱吼袂去自寻烦恼，看懂了人心，你就会吼。哦怎么学会做人啦吼？你就会看透这所有一切世俗事啦，都无感觉不平衡，嘛未感觉懊恼，安尼咱都未啥，咱都免去食忧郁症的药啊。啊，万免讲吼，啊，因为咱的心情歹，啊，影响到困眠。有的人讲入睡困难，为什么入睡困难？有的人吼搞梦扎醒啦吼，虚幻失眠啦吼。哦，啊，这是上惨的啦吼！啊，半暝三更，啊，就伫遐咧上眼啊角，啊，讲多梦，啊，佫困袂去，啊，佫炸精神，啊，佫搞梦，啊，要困又佫足困难呢，迄叫做虚烦呐。人若虚，啊，佫烦呐，自然你就会失眠呐。哦，啊，你若虚烦佫失眠，你也想，啊，这种的折磨比啥佫较折磨。所以人讲不成熟的年龄，就是因为心态啦吼，心态关系。啊，咱也是吼，拄到足侪代志的时阵，对待代志的时阵，咱的态度啦吼，又阁无法度。所以讲啊，人生哦，唔是讲大家人拢会当顺心，处处完美啦。每一个人拢同款，人活在群体当中，看看别人啦吼，想想自己啦吼，啊，多看多谅解，多看多包容啦吼。啊，你袂当讲哦啊，因为用你的态度啊，用你的心境去比如一个人的好歹。心若成熟，你拄到什么代志吼，你的对待关系态度，吼，绝对呢吼，会愈来愈好，处事完美，吼，人生呢不可能讲事事拢顺心的，啊，你若会晓处处吼处事完美，就是讲不如一笑而过，一笑而自知啦吼，啊，这就是讲吼，无答案的，就有的人甲咱讲话，咱感觉讲迄个答案，咱都无法度甲回答。用微笑而带过了吼，啊，这个代志都免咱甲应，因为咱甲应都会生气、压性低，啊嘛一笑带过置之，吼、哦，不是置之不理哦，而是用微笑带过，不必用言语去对付了吼、哦，这是一种智慧。做人呢吼，讲言多都必失的吼、哦，你若喋喋不休，不如静心自己吼、哦，观看自己然后内在加减啊看。啊！你若安尼规工插插念，然后你袂晓关心自省，你是一个很讨厌的人。但是人佫无爱去得失你，啊！你佫沾沾自喜啊！你会感觉讲，哦，大家拢惊我，我若咧念人咧骂人，无人敢甲咱应。其实你自欺人了吼。
所以有时阵吼，咱常咧讲吼，埋怨别人啦吼，啊不如吼，咱家己吼，小夸。人讲烦恼本无根啦，吼，无求自然无啦，不减自然无嘛，吼，困惑本无缘，不救自轻松嘛，吼，世间的代志一念。念啦，过就过啊！心中若有事，事就重啦；心中若无事，事就轻啦。淡定之人不负罪啦，吼！啊，所以讲豁达之人不受伤，这是一定的啦，吼！所以以前有讲过，讲人生就敢那像一片树叶啊，同款一生一落，一落一生啦，吼！每一个光阴流转的季节，拢总有吼。啊，新的这个芽在顶冠啦，吼，落落来嘛，还佫有新的芽。人心是一个容器。啊，所以讲时常去刷新呐、啊，时常去清空，才会面对朝阳。每天呢吼，都会活得很快乐啦。你讲是不是？所以恁爹讲啊，修炼家己啦，修炼家己，就完成家己，抵达幸福，就是讲修炼自己，练透了人生，看透了人生，你才能够肯定，自然放下。你若肯定你家己的看法，你自然就放落来。啊，咱若放落来了后吼，啊，咱就会感觉啥？咱做一世人的配角拢无要紧吼，咱无多做上界光的月娘，嘛无多做上界光的星星了吼，都没有关系。咱成不了明星，做平凡的百姓，一切皆过为。好、哦，咱讲啊，一切皆为过往啦，快乐才是人生。啊，这就是讲吼，咱今仔日会当伫这个世间，脚手呐拢总吼，拢总执着。在咱人生活在个群体当中，咱看看咧，咱也无较输人的时阵哦。那么咱输在个对，咱输在个做人的态度甲心境，咱输在个不够豁达，咱输一个哦不够完美，所以咱力求自省、自省，咱就我都找到幸福。自省，检验自己啦，检验自己的心，你就可以得到放松自在了。你讲是不是呢？对文殊师利菩萨心咒，会当增长咱的福德智慧啦吼。文殊师利心咒，咱的咒语听看麦。音乐好听，文殊师利菩萨增长福慧，增长智慧啦吼。啊，咱即马都是吼，
用这个来讲到讲吼，明月五道这段吼咱讲禅宗的公案啦吼，讲一天暗时吼，明月当空，妈祖道印的吼，甲三个得意的地主啦吼，一个叫做西塘地藏，一个叫做百丈怀海，搁这个南泉普愿呐吼，伊吼兴致勃勃的跟着师父吼一同赏月啦吼，就是讲这三个地主呢吼，甲妈祖道印。啊！伫个外口看到明月当空，哇！月亮是真大，啊，佫真清，佫真水啊！吼。那么呢，这马祖道就问这三个地主了吼，伊讲你看，这个情景月亮遮尼啊光，这个情景应该呢爱来做甚物较好啊呢？这西塘地藏伊就讲啊，伊讲以我即马这个情景来看吼，这个时阵呢，上好是分享吼，啊是讲来讲经说法降佛。这是上介好的时机，就是讲明月当空了吼，哦，空气也好，明月啊真光，心真静啊，所以讲用这个时阵吼，啊来烧香、来讲经、来说法，吼、哦、啊来降伏，这个时阵上好了吼、哦。这个百丈怀海呢吼，伊就讲啊，伊讲叫我看吼、哦，这个时阵吼、哦，应该是吼、哦、来坐下来参禅打坐，这是一个上好的时机啊，吼、哦。明月当空，啊，空气阁好，吼、哦，啊，阁伫这个处境处境，哇、哦，那个时阵来参禅打坐，应该是上介好的。那么这个马祖道印呢，就目睭就竖在这个南泉普愿啦吼，甲看者讲，啊，人拢有表演意见啊，对无？你西塘地藏冇讲啊，百丈怀海冇讲啊，你为什么吼、哦？这个南泉普愿呢，竟然一句话都冇讲呢？昨天向这两个师兄看一下吼，啊，向这个师父鞠一个礼，就默默的拂袖离开了。于是呢，这马祖道伊就赞叹啦，讲经入藏禅归海啦，唯有南泉普愿独超不过。意思就恐怖去哦，这个经吼、哦、去转掉你的心啦，时时都拢明月当空，时时都是好环境啦。什么时阵都会使分享讲经说法降佛啦，什么时阵都会当参禅打坐啦，唔是一定都爱明月当空的时阵才是好时机啦。所以讲南泉普愿你怎，我咧都行，伊无爱甲因在底下咧论讲什么时阵来创什么啦吼。所以马祖道伊就讲啊，伊讲经啦入藏呢，吼禅就归海。吼、哦，入经藏禅归海，唯有南泉普愿超，人讲独超不外。马祖道因来照这个啥，照这个赏月时阵的心境，和这三个地主领悟禅法的宗旨。啊，这西塘地藏呢，沉迷于对经典的讲解，那就个百丈怀海呢，执着于对禅的修行。只有这南泉普愿呢，不执着一切法相，独超不外。达到精神的绝对无碍，啊，这段未歹吼。达到精神的绝对无碍，迄毋是遐简单个啦吼。所以咱定讲明心见性，就是不着吼。咱讲无执着于物相，马祖道因呢吼，绝对是吼是一个真好个禅师啦吼。但是伊个道地嘛是大家拢未歹，但是还佫有几个还佫是去执着这个境，执着这个法相。吼、哦，无法度吼超出迄、那个吼，人讲迄个物件，这个环境的对待啦吼、哦。所以有时啊吼，咱定咧讲，其实每一个人呐吼，会、哦、见解啦，人人拢有几只佛性一团，反倒转来被坐禅所束缚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有时啊，咱定讲行腔本体唔是物质啦，又唔是行腔，那么咱要安怎去悟道？吼、哦，唔是用物件吼，用物件来比咧，安尼来悟道啦吼。哦啊，是讲咱家己我都不超咱的心外，所以咱有时阵啦吼，咱讲要安怎用心，才会当达到绝对的最高境界。啊，咱要安怎学，才会当明心见性。就敢那秘书讲，咱咧撒这个种子同款啦。哦，我教你吼、哦、来撒这个种子，啊，要安怎去甲护这个种子，好会当布个。就敢那好比呢，讲种子闹甘露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。条件好，伊自然契合，哦啊，这个物件伊发出来就会水。条件若无好，无契合，无下时机播这个种子，啊，这个种子呢会打个白种，哦，就
就是咧讲到咱人的本体啦吼，没有契机，无迄个契机啦，无迄个契机，你就无法度入这个门啦。啊，这个契机就是上介好的环境对待心，啊，甲咱家己本身啦吼，是不是有契入这个法？安尼，这个契机是上重要的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花鸡啊吼，真好听吼！而且呢，感谢咱的朋友对咱节目支持甲爱护，也感恩啦吼。咱的孙兄师姐对咱节目支持啊，对着咱的这个这届这个春季法会参与的人数吼啊，今日有迄个发心啦吼啊，大家等下功德单来参香。咱定讲有心爱有意啦吼，啥物叫做有心甲有意？啊，有咱的道亲就较远咯。我阮礼拜吼，啊来去参加吼，啊来去参香哦，啊顺便然后啊，咱去看这上尾工的西方大甘露吼，啊大家来吼，咱讲聚集吼、哦，集气然后啊，过、来就是讲吼、哦，这个发挥场所，咱讲有人气吼、哦，啊嘛就要有啥，有心气嘛就要有人气，然后有神气吼、哦，啊嘛要有人气然后啊，所以伫遮呢，希望讲咱讲上中下界哦，啊咱讲。上降予咱的人来做，吼、哦、啊！下界众生得到利益，名扬两利，就是咱人有去甲报名来参加这个法会超荐，这个功德就等于讲啊，咱的咱所比超荐的这祖灵，还是讲地基主啦，还是讲吼啊，咱的冤亲了冤，因呢，甲你对的是功过，但是福报是留予你。为什么福报是你的？因为你会晓去做啥，会晓去做这个解冤结，就表示咱会晓回失的。咱做人做唔对，会晓担忧啦吼，会晓求忏悔，就表示啥？表示咱知影唔对。安尼人讲，人呢若先回失的人哦，代志大条未，代志未讲足大条啦。会甲人烧钱吼，会甲人摕拳头母的人，唔先认输的人。无要认输、无要求忏悔的人，会去用拍较大个原因就伫遮，就提起嘛。啊，你提起既然无认输，我就甲你修理。所以有个人就是互修理甲金丝丝啊吼，啊，就真正咧蹬蹬袂过，洗洗袂过啊吼。伫个所在下嘛下袂过，要跳嘛跳袂过。迄个时阵你才讲要来解冤结。咱讲虽然时机有较慢，上无啦，你甲今啊来，你已经有成人啊，所以你有小可压腰，人会甲你安怎？要甲你伸手，要甲你阻碍啦，吼！要甲你修理，嘛会较软度啦，嘛人讲万灵拢是慈悲啦，伊是安怎伊会慈悲？因为伊在听经闻法，吼、哦，等于讲吼，咱请师登台嘛，登台吼、哦，啊，既然请师登台，咱的法场都头前面都是功德单，吼、哦，咱都是有这请上界三清道祖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道教教祖，啊，咱清贤救苦天尊，护生道明天尊。吼、哦，啊，到这个佛陀天尊，哦，啊，个咱的菩萨母娘，哦，咱恭请是上界神仙，上法坛，咱有形的经，咱讲经团呐，上经演法，哦，上经演法啦，吼、哦，即个故宫，
吼，步公达到请书上座，最主要是无形法场，这个天坛，这个天坛无形法场呢，吼，因呢时时拢伫迄个所在咧讲演，时时拢伫迄个所在咧说法。啊，所以讲万能坐归正道啦，吼，下当来领悟这个，吼，咱讲道法啊，领悟这个超，吼，咱讲超三界。好、哦，超三界就是讲，唔免阁对落意思，啊，所以咱请书登台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来吼，演讲了后就是请书上座，请书上座，吼、哦，有形的高光法师呢，啊，伫咧做这个科仪啦，演法，吼、哦，像咱讲做这个水会莲度啦，吼、哦，或者是讲，咱讲吊请，吼、哦，请坐位伫功德坛，万德庄严的功德坛来坐位，吼、哦，也阁有咱的道祖母娘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无形。无形的发台呢，啊，过来讲法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伫这个内段内底就是有主的，咱常咧讲，咱都咧做着这个公嘛，是做地基主啊，是做咱完成这主，咱有地手印，这就叫做有主的功德段，有主的功德段三讲，伫这个所在内段，请师上座说法，吼、哦，听经闻法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讲功德坛内底。啊，上尾讲呢，吼，礼拜上尾讲下晡下午两点开始，就是咱做四方大甘露，就是为国捐躯三军将士，以及咱五方结界，吼、哦，结界就是讲伫咱这个所在，知影咱这来做春祭，啊，有来这吼、哦、要听经，吼、哦，啊，要等候众生来个施化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咱有滴个占卜，还是讲咱有滴个破施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伫迄个所在做个三归九界，包括咱内段。所有的这有主功德大者，所有万能出来外口听经闻法，同时呢吼三思上座吼、哦、啊一一来这所在呢吼、哦，咱讲莲顶，咱讲上经吼坐莲，这所有灵界众生坐归正道，还佫经过三归九界，三归九界。啊，三归九戒咧吼，就是讲有拢有家人家法界皈依，很好啊，去追随修行。咱听讲做这个功德法会嘛，等于咱母娘咧招贤纳士啦。这个经济呐好诶，会捡起来做啥？捡起来做将军啦、护法啦吼，啊，会都继续伫吼咱这道场吼，继续吼咱讲练修炼，修炼到尾就正果，正果伊就发到安那超超往吼，咱讲东方琉璃。现在是讲吼，咱讲定落界吼，这个定落的所在就讲吼，无世间的污染，吼、哦，无这所有世俗的这些所谓，即个像咱讲的讲，伫世间呢贪嗔痴啦吼，还是讲伫这些所谓无好的所在，咱道教咧讲吼，东方定落界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西方叫做世界，甲东方定落就是同款，咱定讲往生吼。哦往生好的所在啦，往生提升到好的地方，啊、所以咱讲这个东方呢，有这个天乐世界，吼、哦，长乐世界啦，吼、哦，甲极乐世界是一样的，啊，只是咧讲吼，每一个吼、哦、啊说法的天尊哦，所记载的所在呢，吼、哦，啊是无同款的这个所在，所以咱讲这个五方嘛，东西南北中，住在都一方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东方定乐界，咱嘛讲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母娘要持圣境多事，啊、咱的万能要归往的所在，就是咱咧讲归元呐，归元爱有果啊，你若无正果面啊归元，人若无这个果位定位，所以咱定咧讲心性无非是空性，有形的，咱即卖也个吼，啊，伫这个人间啦吼，啊，伊就是爱受教育啊，教育啥？教育咱的灵性爱。爱有法度呐，清净了解做人的道理。啊，那做人道理有了解，你的行为规范有人格有品行有。既然有人格，那么肉体下不了，伊就绝对记住着啥修书。像咱咧讲记书啦，修书，修书开始呢吼，都精进了哪扣哪扣。你若哪有咧听经，吼啊母娘吼，都哪提升哪扣这精进，好的精进来达达培养。到达培养就是有像咱咧讲个讲哦，读个上界悬个博士班嘛吼，博士班敢毋免经过啥？敢毋免经过国民学校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筛选到硕士，阁读起你个博士。啊，你讲啊，国民学校会当足济人个吼啊，即、這个大学、高中拢会使读个足济人个。问题是即个硕士甲博士，伊就愈来愈少啊，即就叫精，即个好的精华，即、這个精华种子
你讲世间即嘛吼，小骨头都看到朴素，读册高读的人真济，但是讲万能啦，都敢那亲像咱经济豆豆啊，扣豆豆啊，扣扣个，这条修书，这条经济已经积聚，积聚了后呢，伊就开始呢，听经文法，开始修炼，到尾又道家珠旁呢，咱讲上棒啦吼，上金棒，会当得到宝藏啊。啊，得到宝藏，伊就会阁下凡下这个世间来吼，赶快要过来修功果啦吼。咱讲精进积聚啊，啊，阁欠啥？欠功啦吼，欠功。啊，既然欠功呢，那么伊就是有一个心计啊，有一个心计落到这个世间呢，会甲到有缘的地主，伊过来兴功立德。安尼心计积聚啊，伊也阁落来啥？心计积聚欠功啊，因为你是有一个修，你在修的修书已经有修起来，甲讲有迄个能量，啊嘛有迄个讲当宝贝的珠币啦吼。你拢积聚啊，积聚这边的，但是你还阁无来世间演化演化吼，救人度苦，所以你还阁欠功啦吼，欠功欠功你就会落来。那么落来的时阵，阁拄到有缘的，而这个地主信路来甲你结善缘，一个做无形的。这个破法，这个咱讲有形的做，无形的爱去转嘛，爱去转，所以讲爱去天人天顶，你落来，搁再搁降来世间，道家诸旁来，甲这个咱即嘛中天的人，搁再搁做伙，自然你就有法度呢，有法度一个是无形的心界，啊，一个是有形的人界，安尼来配合天人合一的吼，来做这个济世救世。阿公说法道场的慷慨，这就绝对一定要有人天嘛。人讲人天道师，人天道师，人会讲话，神搁在道家诸旁来，又心计啊，伊要来行功，伊原爱需要人来引动啦吼，才有法度神人合一啦吼。所以咱常咧讲啊，神人合一，神人合一，就是神来世间需要人做前锋，吼啊，因来甲咱做圆满，伊嘛爱讲。啊，咱嘛爱，所以讲，那如果讲是心计已经积聚啊，伊落来行功，换咱人呢，得到是啥？得到是一半，甲咱行功，啊，咱来做，咱今日要来成就，需要着咱顶悬的神圣来甲咱斗三工，咱才有法度成就人格，成就人天。哎，咱才有法度安怎？有法度做这众生的工课。唔是干那用咱人就有法度啦吼，所以讲心界有心界铺陈啦吼，人有人界，人界铺陈，心界有心界铺陈，就是咧讲，伊呢也有一个场地，有一个场合，这个天这片是玉皇大天尊吼降，这个心界乎你，你伫这个所在，你有迄个啥，有迄、那个，咱讲。每一个吼，每一个战处，你当中铺陈得很好。那安尼吼，你这件功呢，就是咧来做演化教育，也是做这个平常时济世救世的工课。所以讲这个铺陈很重要了吼。啊，人讲心计爱铺陈，伊就是一站一站爱铺陈得很好。啊，人呢，人嘛同款啊。你讲啊，你有机，有机嘛爱有啥？爱有服务人员，啊，服务人员嘛是爱有精通妙法，吼啊，具体。爱练用真好，过来修炼爱真好。公主本身爱真正气，主持本身嘛爱会啊捌，安尼你才叫做讲你换你这个人界，这个咱讲土地啦，你找到土地安尼开疆，你这个铺陈，这所有的这个人的人脉，人脉的铺陈啦，是非常重要。无这人脉的铺陈。一站一站该负责的，该负责任的，这些工作你都做到我都真精美啦。那么这根弓呢，就是有积聚到啥天，咱常讲人天啦，有积聚到人天，而这个天地铺陈啦，然后你才我都做到发界灵界工作。啊，这就是讲人嘛爱学，心性落来到人间要来，要来行功。甲咱人呢来做德同款的意思，咱人需要德行呢，需要啥？需要这个功果品位啦，心性需要行功，才有法度呐升格啦吼。咱定讲啊，议员做了，咱想要来做立法委员，你着爱基础拍有在咧，人家有人要听你咧，无你讲啊，我议员做几届，我着要来选立委，敢一定会掉？无一定啦吼，这是咱人间界。
人间界的铺陈，就是敢那你甲这个世间人的智慧，你用偌济功啦，吼，你行偌济事，那么你就得到偌济人缘，得到偌济人要甲你斗相助的遮，这只看你平常时啊，吼，会努力打拼，同款的意思啦。神嘛同款啦，神要下降这个世间，你要先找到有缘的人，甲你足深足深的因缘，你伊愿意。愿意付出，那心性愿意收听呢？吼、哦，这种的这吼天地人间铺陈呢，才有算完格，然后都完整的格啊，完整的局。然后这个完整的格局，主人这根弓呢，吼、哦，伊就会上，伊就是照安尼一直甲做了，一缘一缘，一直一直吼、哦、承接了吼、哦，因为法已经有啊，定格啊，吼、哦、该做的工课拢已经直接定格啊。那么后面训练的、哦、传承的就是用照这样的方式一直往下延伸，然后所以人说定啊会啊上中下都要有配合啦，所以没想到也是感恩啦，感恩我们的道祖母娘，感恩我们的圣庙辛苦啦，来领天办地做做这些工作。那我们说、啊、主天必心经也够我们圆通自在天尊吼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、圣龙菩萨、药师菩萨、地藏王菩萨来辅助啦，吼，辅助。咱讲名扬两利，有的人是吼，甲佛教吼，咱讲甲咱的佛较有缘，甲菩萨较有缘，咱有菩萨来说法来度，甲道教母娘较有缘，甲寺庙较有缘，即所谓神仙较有缘，咱佛道拢会当来记住，来说法度人天啦，吼。咱讲请师定波座。今日呢，就是请师定波座，说法度人天，这是上佳好的日子啦吼。然后时间，咱就来赞香啦吼，感恩，谢谢你。听一段五秒音声人心团，来咱进一段广告。苏联必胜公服务电话5916045。咱若是如果讲阿恁都吼发挥咧进行，要倒来，唔知位诶，干那敲电话来，也毋捌来讲伊，也有参加发挥，那么倒来讲个参拜吼。咱会当卡姜的服务电话服务人员来甲咱讲安怎行较方便啦吼，尤其是即马吼，咱讲有即个智慧型手机哦，啊尤其是吼，咱即马吼拍拍照的吼会甲你带，
啊，此天必生功，你个拍拍珠笔的珠，天顶的天必须啊笔，生命的生，此天必生功，伊对个撮个到位啦吼。嗯，嘛感谢吼，咱的道亲好朋友啊，对咱这部支持以外，哦，咱对这个广告商品啦吼，咱即马个广告一段哦，进广告。就是要甲咱的道亲讲啊，咱慈天必生公所做这个香品，咱有经济部甲咱检验合格，唔是吼、哦，一般的香水香，嘛唔是越南进口，嘛唔是大陆进口的进口香，咱这台湾老师傅手工做一头拍的，所以是九天母娘所讲是配方，纯纯正正纯天然的物件，是青草中药安尼落去精华做炼制，咱有经济部甲咱检验合格，啊、所以讲一号验证是咱秋三秋六的香品。二号验证是咱手工的香款，然后手工做的香环。啊，你讲手工的香款真是足稀罕的吼，用手工做的，真油啦吼。啊，所以24点钟咱咧点，第一人无啥物烟啦，啊嘛袂污染空气，嘛无重金属，无重金属嘛无化学香精，无这化学的物品。好物件就是要甲咱的道亲的大家来共同分享啦吼。然后需要服务免客气，出恁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咱的香品啦吼，啊是讲24点钟的香款，好啊是咱这个小盘香，啊是咱有滴咧吼用过这个物件，你用过用好，咱阁讲倒小步。以上是咱个人香品啦吼，啊咱的广告，那需要服务加上咱直接卡电话5916045，外观视频再给05，感恩。以上是广告。真的非常好听，听了有一点点心酸，然后又有一点点感触。来，咱今天就播上到这寒山寺老师呀，吼，咱的梅香做服务免客气啊，吼。咱线顶电话拢会当个利用。咱的通道呢，听你讲吼，人的心啦吼，啊，就无法度好做加讲啊，要安怎叫做静啦吼，真的很难啦吼。但是修行只有一件事啦吼，就管你生死安尼尔。啊，修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讲回到你的本心。你如果迟迟不懂这一点吼，会因为修行让你受苦啊吼。啊，人嘛，为着生活，世间上咧，往往然后拢是不得不然，久而久之，蓦然回首，啊，原来迄个家己，较离咱遮远着安尼吼。有人讲，哇，泡山我嘛泡哦，修我嘛修啊，拜我嘛拜啊咧吼。这修行到底是偌深啦？有起点啊，他也拢无终点安尼吼。修到这嘛是感觉懵懵渺渺。要爱咱去改变别人啦吼，还是别人来配合咱啦吼，这拢不是修行。
有的人讲哦，啊，你都爱来吼、哦、修行，是咱足济环境来配合咱的哦。每一个人拢是咧替咱修行，为啥角色嘛？你的同事，你周遭的一切，你的家庭，先来讲爱替你修行。嗯，啊，你呢？你咧修行，别人伫边啊嘛是爱帮助你啊。咁样我都拢食菜哩，吼、哦、啊边啊人要食素食，伊无多食素食，伊食草，伊就爱配合你食菜。啊，若无就是讲吼，即顶啊三爱分开。咱的环境内底，咱讲咱敢若两字修行哦，有时会互咱厝内底人足挂碍。为啥？因为咱家足执着，这也袂使，那也袂使。哦吼，这拢袂用，这拢犯戒哦。这就是因为你要爱别人配合你呢，啊，爱做改变嘛，别人爱替你修行啊。因为你这也袂用，那也袂用，吼、哦，你即马受菩萨戒，啊，这也袂使，那也袂使，那也袂使，那杀生，那杀生，那拢袂使。你甲想，有多少人要配合你修行？干那修行这两字就互足侪人痛苦啊，互足侪人压力啊，包括你的新妇、后生、查某囝，拢总有压力啊。啊，你的囡仔、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、周遭的人，吼、哦，这拢在帮你修行哦。为啥大家在帮忙你修行？因为你这个角色机啊，啊，你就是一定啊，为着你无要犯戒，别人拢爱配合你，吼、哦，你要让你自己看清楚自己。哦，啊！你的角色是你要修行啊，不是别人爱配合你修行，是你要修行，是修正你家己，是你家己去顾虑你家己，你唔通用迄个修行迄两字，来甲恁所有诶，即个厝内底人拢甲大，拢甲大修行的标签，安尼别人吼无多过日子啦，你无多要求因改变，首先你一定爱安怎？你一定要找解决的方式嘛？哦，用什么款的方式？假使你因为失去正念，跟人去争执，或者讲哦，啊你无了解什么叫做修行这两字，那你无多关照你的情绪跟念头，念哪起哦，啊就开始啊哦，你有时啊咧，会伫个外口跟人安怎？因为人无配合你，你会跟人安怎发生的？因为人无配合你，你会起烦恼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要安怎去增长这智慧？修行者有一项代志，你爱去了解。修行者顾你好你的家己的心啦，啊，就是回到你家己的本心。如果你那是无了解，这尘世看起来乱纷纷，却是因为你的修行，别人无阿多越劣迟一步。迄有人翁阿婆修行修到哪，因翁袂使入来伊房间啊，因某嘛袂使入伊的房间啊。迄修到变安怎？修到尾翁阿婆煞做安怎？那冤仇人呢？你修你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无相管。啊，我是我的，啊，你也卖小管，啊，你个想修行，修行呐，如果和厝内底人标签拢个打咧了后，每一个人拢爱配合你修行，因为迄个修行，噶毋是千斤重担，你敢真正有咧修？你看那用挂碍，吼，啊，用你的框框，用你的框框在做人而已啦。从尘世看起来，先话咱来讲，为着这两字修行，一世界会在你乱。啊！大家修到尾啊，我要厝内底无断也无断，啊离开也离开，为什么安尼？因为咱的工作、咱的事业，咱今日要学习的是啥？所有一切发生的代志，拢是安怎？拢是爱你有法度去，有法度去看，看会清楚。修行这两字是简单，是含乎你家己的心。你那是吼、哦、心随境转，吼、哦、啊妄加攀缘，吼、哦、啊心无所住，啊个吼安尼定定吼走趴趴。啊！你也心无所住，你也想，啊个吼、哦，一世界去攀缘，吼、哦，这也好，遐也好，到尾啊，你也想，唔想跟你后生查某囝看到你，讲到讲你走去创啥，回来无人要跟你小借问。有个人讲，哦，我走到越南啦，走到泰国啦，走到地去开荒啦，去创啥？你若想过头执着，执着到家庭工课事业拢放咧的时阵，回来哪有人要跟你小借问个事哩？无人要跟你小借问。迄、那个道，迄、那个修行两字啦。唔通予足济人压力啦！你若予伊，予你个囡仔是说压力，到尾你就孤单一个。为什么？爱修你家去修，灵感看你要带队，你就去。所以讲，万法皆由心生啦！吼，外面的世界无别项啦，一切的人、一切的事，发生在咱生命中所有，拢是你自心投射的影。啊，所以讲，咱何必呢？吼，要纠缠。哦、失去了你自己的本心，哦，啊，咱周遭的人拢是咧替咱修行也好啦，咧替咱，哦，卖予咱犯戒也好啦。不管是啥，咱拢袂使自欺欺人啦。修行的实相两字，都爱咱规家伙大家拢同意，大家拢对这个修行真正好有认同啦。安尼你才无甲打标签啦，袂因为你两字修行，
互人千斤重担。袂因为你两字修行，母甲家吼家破人亡，啊袂因为你两字修行，母甲安怎？母甲人无成人，鬼无成鬼，安尼就唔好啊。都唔管讲咱做啥物代志是对的，吼、哦，咱也是唔对的。实相你爱了解，不要自欺欺人。如果这个实相你无了解，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将会因为修行两个字而受苦。有的人安怎？为了开工两字受苦啊！梅香师姐，你我问者，为什么我开工开遮久拢未办事呢？啊，拢叫我困倒脚，倒脚我都困，困十多年啊，嘛感觉未通了。这个叫做自欺欺人呐、啊，没有了解实相的人。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你的家人会为你，因为咱的冲动，因为咱一时的决策唔对，因为咱做迄个无应该无，咱无念天命之术的人，你去做这个、啊，到尾啊，你的心开始乱啊，安么家庭嘛开始啊，为着你，为着你的决定，吼、哦，啊，将个开落，啊，到后壁啊，无法度收煞，啊，这厝内底人，大家拢爱拖掉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咱有时阵吼。咱讲主宰，吼、哦、不在心外，解脱不在人，吼、哦、所带予咱的这些所谓吼、哦，咱讲咱有在来去替人安怎解脱，不是他人带来，主宰于修行，修好你的心。所以咱讲修行只是一件事啦，解脱嘛只是一件事，都、就是为心来的，不要心外求法，唔通心外求法，阿嘛唔通心外用功啦吼，时时爱提起觉照。在咱家己的心地去用功夫啦吼，啊，绝对唔茫讲用一个框框来框制自己啦。敢那袂输一只牛，去用挂一个牛担，无拖袂使，无拖会用拱吼，啊，要拖佫拖无落来吼，啊，佫唔知方向伫对。啊，你甲想，万法皆由心造，但是外面的世界有偌济人啦吼，讲啊，老师，我咧讲火车载袂完，但是老师火车载袂完，记录不明啦。就跟那济公师父讲，一盲因众盲啊，烧出入火坑。为什么讲青梅出青梅啦？落落胃窟啊底啦。一盲因众盲烧出入火坑。有时阵啊吼，是因为咱一项失策，有可能会带来足济人的麻烦啦吼。因为咱一个人的唔对，有可能带来足济人的挂碍。所以咱讲唔通吼，四界攀缘吼，啊嘛唔通心无所住啦。吼、哦，你若心无所住，就是咱讲，咱的心无所住，无一个讲吼，真正你看有啊，你心无所住了，人讲东边你就约东边，人讲西边你就约西边啦，一世界去攀缘，到尾你拢是活伫别人的影，是咱家己吼，无法度去抓着咱家己的心啦吼，啊，所以咱无把心照顾好，无安住好，那么一切。人和一切事啦，吼，这世界呢，吼，这种种到底是对啊，唔对啦，吼，啊，唔对，到底是唔对的对啦，吼，为什么咱的唔对，还是唔对的对，找无咱家的唔对的对？所以每个人吼都需要冷静一下吼。所以讲人生的特立感悟，需要吼足济人好好啊去用心。用功夫啦吼，安尼呢，咱才袂因为伫这个吼啊，咱足草率的决定，而引起太多人的吼，咱讲不安啦吼。你一个人草率不，诶，这个决定有真侪人伫周遭的真不安，为虾米？唔知个路后边迄条路是要安怎行？唔知迄个后边终点伫对？唔知要安怎？有开头煞袂晓圆满，有开头煞袂晓结束，到尾啊？修个乱糟糟啦，乱糟糟，到尾也着不了了之啊！为啥不了了之？啊，归去啊，拢卖修啊，无修无代志啊呢！到尾啊，咱找无方向啊，所以咱讲善书，唔通用修行这两字，吼、哦，去予人肩胛头底个吼，底个当曲曲啦，啊嘛唔通予咱周遭的人，甲咱上亲的人去产生挂碍啦，你讲是唔是呢？咱伫新疆，今日呢春季法会开
吼，咱讲开拔第一天呐，吼，啊，讲拔针拔针，然后拔草第一天啊，讲得发挥。下早起呢，吼，咱讲请书定宝座啦，吼，啊，请经啊，过来就请凉水恩经洒经啦，吼。那么下晡呢，吼是连续一连串的课余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咱的道亲好朋友，咱也要来恭伊，要来参拜，然后要来功德坛参拜。咱唔在位，咱直接打电话591605，我关切道亲的这个空五感恩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